直接穿睡衣的，然后就到那边直接睡觉。这种关系啊，不要这样。今天出门的时间是周五的晚上快11点了，因为担心隔天周六又是国五的塞车地狱，只好连夜出发，找个地方到宜兰过夜。小雅她已经切换成睡眠模式了，连睡衣都已经穿好了，就直接出门。然后我们落脚在这里，喜物会的停车场，隔天早上可以快速补货采买，然后赶快离开。 特别的名字。补完货之后，我们就开到省道旁看海，一边吃早餐。旁边就是双狮浪点，我看过预报了，今天没什么浪，所以不会纠结，可以安心的去玩了。 不过看过去人还是很多哎。好漂亮。 Making me wanna try forever. I feel so free, oh my sweet baby. And I think to myself, wow, 目前的夜好夸张哦，好大哦。对对对，就那个桥，哇塞！ 对啊，我原本就是要睡这个。 就是在里面，因为这边有厕所。是在煮蛋。对啊，我等下回来煮蛋馅。我带蛋来啊。什么？哎，这边也可以上去那个，上去上厕所。没有上吗？这里很烫啊，不用上了，他不用等，只有5分钟就买好了，衣服都还没脱完就。是只要有人蛋掉下去会找不到吗？我不知道。对啦。 那我们都是竹篮这样子，对啊，又没有蛋。这应该是每个人的篮子。算露天了，也是早上9点多。鸠之泽这边的环境真的很舒服，很精致，感觉有种微微回到日本的 feel。除了泡浪这边还有餐饮部，然后价钱偏贵。楼上的民宿还没有开放，不能参观。车上有东西吃。啊，我们不用在这边吃了。 露天，买泳帽这样。泳帽多少钱？50块。好，记得戴泳帽啊！啊，有来过吗？没有。没有哎。建议哈，这温泉200多度，起来不要冲掉，200瓦多温泉，一定好您泡，降温水来泡。哦。泡开都不要到里面再冲掉，就不要擦太干，让它自然干，衣服穿了就走。啊，那镜头去头前拨一拨。 定要起来的哦。哎，以前刚我老公想要洗头的话，里面有跟浴室这种，建议都不要，就直接冲一冲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它是一个保养，碳酸氢氧泉。哦，保养的就对了。这个水，大胆的讲，可能比你的化妆水还要。真的？我就知道我讲没有用。好，谢谢。我们决定泡大洞池，因为时间没有限制，然后也有带上泳衣。 在整个山林的环绕下泡浪，感觉很棒，很惬意。不会，还好。嗯？对。中间比较累。中间应该进来是不是？啊？中间应该蛮烫。 是高，是吗？794，794。所以一定要照那个放吗？不是啦，是要记得这是我们的蛋。哦。这也太恐怖了。哈哈哈。小心哦。好。好像有什么要把我抓走。哈哈哈。 我们在煮恐怖的温泉蛋，有够滚的。我们有带鸡蛋，所以跟他借了那个笼子啊。这笼子这个水有够滚的，有够可怕。怎么是一颗？为什么？这是我们的吗？ 怎么会剩一个？我不知道。79多少？79。只有剩一个蛋，它去哪了？小心小心小心！只剩一个蛋。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？它太滚了，是不是？啊！太好笑了。主要蛋都不见了。还会不见？那我放篮子是不是要装盖子？ 太夸张了吧！那个也有这么热哦、喔，太好笑了。我们的温泉蛋跟泡面，消失的鸡蛋完全是个意外，至今我还是不知道它的下落。不过后来我们又另外再煮了一次，就顺利完食了。吃完泡面、温泉蛋之后，回到车上再吃个甜点布丁，追一下剧就准备睡觉。车内19度是个好入睡的温度。晚安。看起来不错哎，很像蛋炒饭的感觉。这么多！这么多！要不很香。那你可以吗？好啊。 吃饱后，跨过吊桥，走进森林步道。这里完全是个零难度的步道，有丰富的鲜苔类植物与遗迹可以观赏，很适合老人家或者是走休闲懒人路线的游客来这边做森林浴，就像我们。 就是那个三角点。克起的日时间很早，但我们得回家了。在更往上走的路线，一路有古道，还有湖泊，美景更多也更丰富。每一个景点都能晃上好久的时间，只好期待下次的太平山之旅了。